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邪灵入侵啦，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第八章了，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 ，Go。第八章节，有因必有果啊，事出必有因，因果轮回。哦，我们从那个楼梯爬下来嘛，对不对？我印象中，我们第七章打赢那个保险贵军之后呢？我们就从这个楼梯爬下来了，爬到这个地底隧道里头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一开始看到前面就有双头狗了，不是双头狗啊，双头人啊！我觉得我不用潜行了，像我这么硬派的玩家，就直接开干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没有在怕的，没有在跟你害怕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其实有点怕了，被发现了是不是？被发现了吗？这被发现了，来呀，来呀！还有吗？再来呀，再来呀！总共有几只啊？哦，有两只啊！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暗杀吗？不会被发现了，那只站着不动。凑巧，我可以直接把他暗杀掉。啊，那只发现不要理他。哎呦呀，都发现我了！哇哇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通通都啊，好吧，还蛮恐怖的啊，我承认。吓死毛了，吓死我的毛了，踢死你的小王八蛋！有没有东西要给我啊？问穷。快点给我点东西啊，拜托，求你了！哎呦，居然这边有一只，我得烤死你嘞！单只就没什么好怕的啊！哎呦喂啊！你不知道林北是叶问的弟弟麦门吗？别问，叶问弟弟别问是我啊！别问我，别问！哇，来了！抱歉，你的触手跑出来，我就不敢跟你近战了啊！哪有人可以远程攻击的？是男人就近战好吗？那么远程啊，不要用你那个那么长的东西刺我，我很不爽的。靠北都来了，来，好吃的东西在这里。哎呦！一次杀掉两个，不错哦。这什么？算了，捡起来。然后打一下针好了。啊，舒服。看到这边还有什么？直接把它带过。好，这边没什么东西了哈。散弹枪有了，剩下六发。赶快开门。转快一点啊，慢死人了。自由女神像怎么在上面？给我谢谢，多一把钥匙。Go go go！ 哇，吓死人了！妈，你搞啥黑惊啊？我怕怕，哥怕怕。哇，这是怎样？哎呦呀！这个有没有办法把它关掉啊？好像没办法的样子。捡了，快跑！我们还是乖一点好了。好，躲就躲，能躲就躲。感觉这只是路过而已啊，没什么。好，直接走了，不理他。快闪通过，咱们就来快闪吧。从这里爬过去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把我拉住吧？不会吧，大哥？应该是不会啊。别这样齁，我会怕怕。这边应该是没什么敌人。打爆你。这可以。又是留声机，真麻烦。
Damage free. Perfect. 哎呦呀，太小。啊耶，是什么？小小人。啊，我就有观众讲说，这可以直接踩爆他，是不是？踩看看好了。欸，真的可以耶，还蛮舒服的这个声音。不知啊，打屁打，吓我一跳。别这样子好不好？那踩得很开心呢，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，哎呦，这边也一整群，该踩的，踩死你们！啊！哇，好暴力哦，这边也来一只，哦，这踩不到。靠背啊！踩你，踩不到，有踩掉了，呵，通通都拿去做基金，非常好。OK， 我们继续转这个，转，继续转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吧？我要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哇，好像不会有。嘎，最讨厌这种东西啦，有水，这种东西就是最不深不可测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定要突然被拉脚，我一定会大叫，我跟你讲，绝对大叫给你看。嘎，一定要制造这种很讨人厌的氛围吗？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这边可以过吗？欸，可以耶，我还蛮意外的，这里可以打爆。哦，原来是在拿东西用的啊，这边就没办法过了。我要这样子前进，我要这样前进，谁敢伤害我？攻击大法，来呀，来呀！我已经准备好我的枪托了，我还没有东西再有哎。等一下，不是吧？踩死你们，我才不管那么多嘞，踩爆你就对了。什么声音 ？Hello。哇，太多了，我觉得我可以直接略过，欸，算了，不理他们了，先走再说，反正他并不是必杀之嘛。好，啊，他们动作又很慢，哦，不杀掉他们应该也不会怎样啦，哦，除非他们会掉神装，看来是不会的。 Hello 啊，对吼，我们跟那个男生分开了吼，我忘记那男生为什么跟我们分开了，反正好像是被抓走，是不是？算了，不记得了，不管了。反正就是跟那个男生分开了就对了，分手了。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说着你还爱着我。分手吧，耶，yeah ，分手喽。我，这谁啊？Hello， 我感觉不太好的预感。洞穴笔记，走得太深了，这绝对是个陷阱。哦，我们注意到这个门缝里吹来微弱的风，这扇门通往外面。我找到这个板子，看起来似乎是可以吻合插槽的，可能就是钥匙。但是通往何处啊？苏菲亚，如果我成功离开这里，我要紧紧把你抱在怀里。我要告诉你，你是对的，我永远不会放你走。啊，怎么办？你看有人死在那里啊，我还要这样执意的前进吗？感觉像是在找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又不能不前进。No， 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啊，又不得不前进了哈。哎，啊，这上面怎么会有条线？嗯，可以爬上去吗？哎，不行哎，啊，这个线是怎么回事？可以打掉它吗？哦，抱歉，想太多了，我以为这是可以干嘛？这个线接在这个地方来，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啊，完全没任何反应哎。好吧，我决定前进了。像个男人一样，检查一下，
这种。哦，啊你啊喂，不要杀我、哦，不要杀我、哦，我还不想死。哦，啊，知道怎么解，没有任何的解除方式。检查了，看了前面这两个，我们是要拿石板是吧？哦，这是石板，太小了。靠北，我被我手机铃声吓到，对不起。我的手机铃声实在是很冷不防的，就常常会这样子搞到很惊，所以我决定要把它关机了。好的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拿到石板。这块石板啊，两面孔，两面都有面孔，其中一个沾过血迹。所以说我们要放没血迹的那个地方才是正确的，可能就正因为他放另外一块，然后之后有血迹的原因就是他放错了，然后被喷，被插到喷血，血溅在那个面板上面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怎么放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血迹的地方别放，是这样吗？好，我们放这个，好，应该是不会死。Hey man， 哦，还好成功了。哦，不要插我！哦，还好还好，你看我多聪明啊！如果放错了，放到有那个血迹的那个面板呢，就会像刚刚那个人一样，他放错了，然后被插死在墙上。哦，好家在，我机智，我真机智啊，是不是？太机智了，太机智了！啊，没时间吹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很小，哦。哦，被推飞了，这是哪里？哇，又是精神病院哎、欸！后面应该有，后面有一本书可以捡。哦，这是地图的碎片残骸。冲啊！哎呦喂啊 ！Hello， 请问厕所在哪里？我尿急。哦。该不会等一下又有电锯哥了吧？我往前面看，感觉有电锯男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是博士哎、欸。Doc。哎、欸，这个博士怎么在这里啊？现在没时间了。谁想办法操作这个？卢维克的人。我得找出这个。And you need me to help. 而你需要我帮忙，博士。我们之前在研究一种方法，就像把大多的脑连在一起啊，连脑对脑，共享讯息。哦，感觉就邪教仪器啊。空前的研究。Are you serious? It's a fucking nightmare. 该死的噩梦。Especially not with such a 宿主并不稳定。Great. So your research partner is a psychopath, and we're all inside his head. 我们都在他的脑子里面。哎呀。Not exactly. No.哇，怎么流血了？我们每一个人的层面都会有参与，但只有他可以有意识的影响这个世界。他要什么？我觉得他要我们死。哇，大脑！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他的精神病患意识里头。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呢、欸，因为你永远不晓得，哎、欸，怎么医生不见了？你永远不晓得这个精神病想对你做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喝酒，生七七，啊，生七七，嗨，捡东西喽，啊，这是我的日记，塞巴斯丁，抱歉不想看 ，I'm sorry， 啊，为什么是浮空啊？我靠，会浮空哎、欸，丢！浮空之术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哇哦，又开始产生脑部电波。我靠，这是什么？哇哦！
Oh my god！ 你哪时候出现啊？我被抓了！我死定了！我靠，直接爆了！屁啦！这怎么闪啊？等一下，这怎么过啊？等一下，我东西要重捡了，太烦了吧？是拿水瓶丢他吗？等一下，这到底怎么解啊？没人告诉我啊！没人告诉我，我刚刚也跑啦，还是要躲在门里面啊？他要追到我了啦！哦，所以说我不能出去吗？我出去就会挂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这时候这个很重要，是吧？啊，闪电嘛，可以不要让他追上来。我了解。瞬间懂了什么？来，多做一点。哦，现在非常需要这个东西。哦，我们做四个应该是够了，这样才能帮助我们逃跑啊，是吧？好，还有一个东西在哪里？我们再有一个东西要捡嘛？在哪里？哦，那个是瓶子啊，那个可以不用捡，没关系。快点！哎、啊你啊喂！屁啦！没有用啊！我以为我可以攻击，看来只能逃跑了，好吧？那我也不用做这个闪电剑啦、啊，还是说躲在那个门里面试试看？再一次！最前面那边 是有一扇门，我再试一次看看好了。哇！好，我错了。到底要被炸几次啊？还是要躲左边那一扇门？我们等下试试看躲左边那一扇门好了。各种哎、欸，这游戏还是说我们不该出去啊？啊，还是我们不该出去？我们必须被困在这个地方？也不是这样讲吧？我们走左边的门，走左边。干，还是被抓到了，太糗啦！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嗯，奇怪啊，怎么过不了？还是说？跑步要空白键跑啊，不是按续福特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再试试看好了。跑，空白键跑。哦，凶巴巴，空白键连打。啊，有，只是我跑比较慢。哎，不要卡我，在卡屁卡。哎呦，这有成功。啊，奇怪啊，这样就成功，刚刚为什么一直死掉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逃过就对了，我们成功逃离了，非常好，至少逃离。我靠，他居然在那里，他可以控制这整个世界，因为我们都在他的到哪。哦呦，三小，哦，哇、哦，第八章通关结束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存个档哈，非常好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快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血淋淋入侵再见啦，拜拜。